K80 Pro， 你觉得频率会不会比小米15高？为什么频率会比小米15高呢？那这个频率不是你这频率指的是什么频率？你要是指峰值频率的话，那高通这个芯片的峰值频率定在那儿，它不可能再给你再提拉高的呀，对吧？除非你用什么领先版，这个没有意义的呀。就只能说是这个可能跑你测试的时候的平均的频率可能会高。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，最关键就是看你最终的性能，对吧？最终的性能比这个某个参数什么的来的更重要，对吧？内存频率，哎呀，就这一代用9600的寥寥无几，红米必然是用8533，不可能给你用9600的。红米对成本扣的这么细的，怎么可能给你用9600？主要就是你用9600又如何呢？就用9600又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。15P 的测试不放温度，放了呀！我操，不是测游戏的时候不是放温度了吗？这个，你要去，你这个视频显然没有看仔细好吗？